嘿呀，大家好，呵呵，我是娜娜，没有错啊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Kindle， 然后这个今天应该是红月了，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找更多人过来吧，走吧。好，这边已经起来了，然后我们需要找更多的人啊，走吧 ，Go Go Go Go， 哦 ，Go Go， 正需要，谢啦。我们先去找更多的人，这里有，我要你，还有你，拿去 ，OK， 走吧。我还需要更多人，这里，拿去，走吧。所以我总共找了1、2、3、4、4个人，好，先回去买弓给他们先，滚回去。对 ，nice。OK， 谢啦。今天需要更多的钱，因为我听说就是那些怪物啊会拿着你的钱离开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输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撒钱给他们这样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升上来，好，然后还有这里要买弓。好，够了吧，4个，然后我们就先大概加，然后后面这2个到底是来干嘛的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要6个 ，why？ 然后农夫要去哪里农田啊？这里吗？我觉得我们先过了红月再说好了。我觉得现在如果先过那一个的话，有点糟糕。我们放一个在这里好了，砍掉这棵树吧，拜托喽。小心点啊，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就等，呀，这背景音乐有点恐怖啊，不要这样。那我们就等今天过去吧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哦 ，OK， 来，进来。去拿弓吧。现在是下雨耶，完全看不到。现在是早在晚上，感觉是要晚上，因为弓手哦，晚上了。呀，接红月吗？等一下。好吧，接红月。呀！有点糟糕。不要这样。快走。弓箭手，快点，弓箭手。这边呢？这边没事哎。哦，对哦，他是从一边来而已。啊，我在干嘛？啊，等一下，上面那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上面那个是什么？咦 ，OK， 上面那个是什么？哎，放下来，海浪水，等一下。放下来哦，我跟你说，放下来。为什么？哎，他带走我的人哎。哎，今天感觉好糟糕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必须要建起来，这边这个人要招回来，这也要必须建起来。我还有的人呢？哦，你们不要跑，回来。哎，等一下我按错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再。好，我们先回来。你先走吧，没关系，我少一个人。啊！等一下，红月根本就是糟糕。我又要重建啦！等一下，我又要重建了。什么鬼东西？好，买一个弓。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人。好，马，你先吃草，快吃。你有钱吗？有。还有前面那一个，你有钱吗？有。感恩。来，我们再买多几个弓。目前只有一个木匠，没关系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弓。我发现了这游戏弓箭手可能还是王道吧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弓。好 ，nice， 慢慢来。
今天不会有怪物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尽量尽力的去改造。好，有，我们先吃点草，不是，我们先吃点两只马，先吃点草，然后我们去赶路，走，我们去赶路。路，我们要去找路了。这边有两个人，先把一个人拉回去先好了。哦，两只哎，三只哎。第二，你们返回走，返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感觉就是闲人没路的那种感觉。我们还是走回去吧，走吧。哦，三只哎，回去回去，回去回去 ，go go go go， 咻咻咻。回去回去回去啊！等一下，我好像按了太多 shift 了。电脑抱怨了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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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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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go go， 掉往回来啊！我发现路好难好难赶哦，就一块钱真假了。你们有没有私吞钱啊？不要这样哦，酷酷的哦。好，应该没有钱了吧？哎，还有，好。那我们就先再请走几个公司回来。好，这样，然后我们需要 ，OK， 有，我就想说不够钱了 ，OK， 这样，就先这样。为什么这边就有一个弓箭手啊？感觉他很可怜哎。你们觉得你们这样对他对吗？然后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哎。今天是白月，白月就是代表宁静的一天。有没有弓箭手都过去了，那我们又看到兔子，有兔子就代表什么？你们知道啊？有兔子就有可可啊！好，那我们就等这一天过去，那我们再接下去吧。我发现不能升级了耶，是不是要先升掉这一个才能再升上去啊？这个感觉好邪恶哦。好吧，等吧。月亮下去了，要早上了。咦，这是第几天啊？第11、12、12天吧？12吗？不知道，我知道这个是这一集的第三天啊。这一集的第三天，一集要玩五天，这是这一集的第三天，这样子不要急。早上了，我在等那个箱子出来而已。不然没有钱了，有没有？箱子，箱子，箱子，欸，箱子不出来，怎么办？耶，欸，箱子不出来，喂，是不是讨厌我了？等一下，耶，今天没箱子。那我们今天，哦呦喂，我要等铃声响才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又有钱了，走去找人 ，Go Go！ 有钱就代表什么？要去找人了。好，走吧。路你往回走，往回头是岸。OK， nice。这里有两个人，走吧，跟我一起走。往回走，往回走 ，OK， nice， 好，走吧。哦吼吼，你到底在射什么啊？射草也有可可呢，感觉超神奇，不解释。好，两个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要进这里吗？这是什么啊？进一个试试看好了，接第三天对不对？路标，路标。不要跟我说这是路标，我一定会胡言到底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跟我说那个真的是路标，别和我说那个真的是路标。好，我们需要更多人，把你们的钱都交出来。好，我去找人 ，Go Go！ 你不要跑那么远哦，回家回家，滚回家滚回家。
们再去找人。OK， 先找一个吧，走吧。Go go！ 然后我们现在要跑回去。天啊，每天都这样过吗？等一下，要半夜要晚上了。工具手快回家，咻咻咻！全部快回家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啊，我等一下试试看弄那个好了。吼！你这是怎样？吐好多钱哦！我要过去看一下那个工程师做那一个到底是做什么的。哎，还真的是哎喂。好吧，那这个也建起来吧。就是这个，虽然说是有点无言啊，但是就把它给建起来吧。好。我们接下来就等这一天过。难道是说雪月过后的两天，总共是两天，两天不会有怪物袭击，然后过后第三天就底下之后就有，哎有哎，哦有哎，有怪物来了，有怪物来了，对不起。有时候觉得他戴了面具很可爱，我觉得我们的防御很低耶。哦，他那个是石头哎，哇哦。他们现在是在搬过去那一边，搬过去对面那一边，因为对面那一边应该是没有。哦哇 ，OK， 瞬间知道那个是来干嘛的，感觉有点酷。来 ，OK。所以他们现在在搬过去。哦哇哦，好吧。突然间知道这是怎样用了，然后今天是第四天。OK， 但我觉得我们的防御很低耶，能弄大一点吗？马，你快吃草。好了没？走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更多，就是你。然后再找，这边还有两个。走吧，所以我已经找了一二三四四个，走吧。然后这个是要建起来才可以让农夫用吗？这样吗？好，哦，还有更多的 coco， 然后这边我们就放一个农夫，好贵哦。好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那我们没事做了耶，其他东西不能生怎么办？其他东西都不能生哎，而且今天为什么是白茫茫的啊？等一下，感觉有点恐怖，不要这样。有啊，他去那边打造了。哦哇哦 ，OK。所以是要这样它才可以农田这样吗？哎呦喂，它出来了，它出去农田了 ，nice。所以这个可以升级了吗？还不能哎，这不能升级，我们其他东西都不能升级。再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下一个红月可能会爆炸。嗯，下一个红月是右边来，天啊，有点糟糕。然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我去看一下那个农夫好了，我挺好奇的。哦，狗狗，他在干嘛？看东看西，看东看西，然后呢？然后才动一下，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感觉好像在偷懒。晚上了，走吧。晚上了，就该回来了。但我想把我那墙全部给加大哎，但是又不能，感觉有点麻烦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也没有办法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。那我们就耐心的等今天过去吧。哒啦，怪物呢？我比较好奇是后面那个偷司机要怎么用。Go go， 投石机 Go go，
等一下晚上了。今天都起雾哎，都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月亮。我来了，哦，我看到什么？那一个头。等一下，哈，我们不小心打到那个兔子，然后兔子掉口给我们拿走了啦，喂。哎，过分哦，哪可以这样？然后我觉得我们这边还需要更多人。我还，哦，那个是。锤那个木匠弄回来了。好，今天应该就是我们这一集的第五天了，对吧？应该吧。不要想下，一二三四五，对，这是第五天。哦 ，Coco 很重要的，有我吧？好，走吧。这棵树给它砍掉好了。哎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去找更多的人。这边有一个 ，Go， 这边 ，OK， 这一边，走吧。我们总共就找了三个人，所以我们又要去，再去，对，我马又没有力了，等一下，先把这些树，有些树砍一砍好了，看看有什么东西，这也砍掉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反正钱他们会帮我们收，来就走。哦吼，走吧。我们召回了三个人，所以我们又需要三个工。好，然后这个还是一样不能升。那我再看看这里，这应该没东西了吧？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两棵树给砍了。好，就先这样。然后下一天就是所谓的红月了。哦，可扣，有啦，就多些可扣一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农田还能赚钱？好，我突然间知道了什么鬼东西。等一下，感觉不错哦。但是要晚上了哎，不要跟我说那些人又要趁晚上的时候出去。然后有人就是说，许叫我都在那个傍晚的时候弄那一个，但是钱回不来啦。他标记是标记了，我回不来了，所以我等一下肯定又要死两个人了。预测。好，我们要先看这里，因为我觉得那两个是会害死两个人。希望不会吧？希望啊。但愿啊，因为已经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傍晚了，你们两个快去，快点！天啊，好危险哦！快点！那个弓箭手，你快回来啊！跑那么远干嘛？回来啦！快回来哦，不要闹哦。然后这里，好，这里也没怎样。哦吼，可扣 ，nice。快回来。外面不好玩。你看我那弓箭手超多，有没有？一堆在那边，一堆，只能用一堆来形容了。然后这个到现在还不能升啊！咦，我还想升这个的说，好吧，算了。哦，不要这样嘛！好，解决。Nice。但我觉得为什么，就这游戏其实发动这个能升的那个条件，我到现在还没发，我还是到现在还没遇到，所以可能要等之后了。好，这第五天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到此了。然后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或者是支持我找我的个人新影片。然后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吧。所以就，加拿大。